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刘海。今天是2021年的7月29号，星期四，欢迎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只要提为新闻早报，也欢迎通过即时网和即时通客户端同步收看本栏目。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转阴，四平、辽源、吉林南部、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此外，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三级左右偏北风，长春多云，最高温31度，最低温23度。好，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意见，明确我国住房保障体系以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的住房为主体。专家认为，此次政策出台有利于打破长久以来新市民、青年人买不起房又租不好房的困局。按照此次意见的要求，要通过完善土地支持政策、简化审批流程、给予财税支持、加强金融支持等方式，促进解决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住房困难问题。在专家看来，打出这一整套组合拳最大的亮点就是保障对象更为精准，就是要破新市民、青年人买不起房又租不到好房的这个普局，大幅增加与新市民、青年人需求相适应的小户型低租金的房源。在专家看来，此次意见不仅明确要优先保障新市民中从事基本公共服务的住房困难群众，还明确要坚持保基本、以小户型为主，注重实现直住平衡，特别是按照可负担、可持续原则建立科学的租金定价机制。而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意见对原有的住房政策体系具有较大的突破。在专家看来，全面落实这些含金量比较高的措施，将会真正使得新市民、青年人能够在大城市租房租得到、租得起、租得近、租得稳、租得好。昨天，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关于审理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个人信息相关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规范人脸识别应用。规定明确，在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使用人脸识别技术进行人脸验证、辨识或者分析，应当认定属于侵害自然人人格权益的行为。此外，新规明确，物业服务企业不得强制将人脸识别作为出入小区唯一验证方式。处理未成年人人脸信息必须征得监护人的单独同意，应用程序不得强制索取非必要个人信息。伴随着人脸识别场景越来越广泛，未成年人的人脸识别信息被采集的场景也越来越多。未成年人的人脸信息一旦泄露，侵权的影响甚至可能伴随其一生。因此呢，新的司法解释对于未成年人的人脸信息保护进行了专门规定。最高法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网络安全法》等法律对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作出了专门规定，如信息处理者处理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应当征得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同意。未成年人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要求信息处理者更正、删除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信息处理者应当及时采取措施予以更正删除。新司法解释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从司法审判层面加强对未成年人人脸信息的保护。按照告知同意原则，在第二条第三项规定，信息处理者处理未成年人人脸信息的，必须征得其监护人的单独同意。关于具体年龄，可以依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网络安全法》以及将来颁布实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进行认定。最高法表示，从责任认定角度看，新规结合当前未成年人人脸信息保护现状，明确将受害人是否未成年人作为责任认定特殊考量因素，
对于违法处理未成年人人脸信息的，在责任承担时依法予以从重从严，确保未成年人人脸信息依法得到特别保护，呵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河南，27号下午，河南省召开了第六场防汛救援新闻发布会，通报了当前防汛救灾的最新情况。截至27日12时，此轮强降雨造成全省150个县市区1331.98万人受灾，因灾遇难71人。农作物受灾面积1017.1千公顷。发布会通报，河南仍有7座大型水库及31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渭河黄土岗站仍处于超保证水位，渭河水系7个蓄滞洪区仍在使用。受连日来强降雨的影响，河南鹤壁白石乡、小河乡、小河新村、新城镇等地1001户人家被淹，多名群众被困。武警官兵紧急奔赴水库处置险情，解救受困群众。7月27号凌晨3点，武警河南总队机动支队300余名官兵远程摩托化机动近200公里，赶赴鹤壁浚县进行抢险救灾。到达鹤壁浚县后，武警官兵立马展开行动，装填沙袋，封堵河堤，防止接下来可能到来的大雨引起水位升高，倒灌进村。水量特别大啊，水流也比较急。当前水深也比较深。我们根据这种情况啊，和当地政府结合，在大堤上加固河堤。大概长度啊，1公里多。这个宽度需要1米宽。高度大概1米5高度，这样的话能够确保下一步水不断上涨，能够确保周边的群众的财产和生命不受侵蚀啊。在加固大堤的忙碌身影中，来自四川巴中公益协会一行20多人特地从1000多公里外的四川赶来河南支援防汛救灾。感谢呀，这么远过来。我们56个民族一家人嘛，希望有难八方支援。我们四川地震的时候，其他地方也支援了我们，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我们军队的根本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然后现在能够看见人民群众也跟着我们一起并肩作战，我觉得我的内心是很激动的。然后这也是我作为一名军人，作为一名武警官兵应有的职责和使命。在灾难面前，我认为军人就应该冲在第一位。得知附近5公里外狼营村有群众被困，武警官兵同时派出一艘橡皮艇和一辆冲锋舟前往被水淹没的村里进行救援。经过3个小时的搜寻，最终救出多名被困群众。我们再来聚焦阻击电信诈骗。山东淄博市公安局张店分局呢，近日从一起被骗群众报案入手，深挖线索，成功打掉了一个投资类电信网络诈骗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23人，初步串并案件38起，诈骗金额达到了2300多万元。今年4月份，淄博警方接到市民刘某报案称，微信好友琪琪向他推荐一个链接，说在微信公众号广东某二手车交易平台投资旧车交易可获利。随后刘某打开链接，与这个所谓的二手车交易平台取得了联系。我说你们这个车是怎么操作的？他说是和广东一些车行合作，和车行合作不熟这车呢，通过线上募集这个资金，大家一块用这个钱呢把这车勾过来，勾过来拿回去卖了，咱们赚些咱们的利润。对方自称是平台业务员，他向刘某解释说，投资盈利车行分成30%，平台分10%，其余60%由投资者按比例分配。他建议刘某先少投入些，尝试一下。刘某随即往平台投入了1000元，没2天他就获利200元。然而刘某并不知道，他投资的二手车交易是对方虚构出来的。那你说，哎，挣了200块钱，他这个受害人说，啊，我想把钱提出来，可以啊。嫌疑人就让他把钱提出来，提出来的目的是想让他继续诱惑他，叫他继续更高的往里投钱。
刘某初次尝试，很快拿到回报，准备继续投入时，平台又向他建议称，如果他能投资10万元，就能成为投资达人，获利也更大。觉得这个平台还是不错的，这个是有利可图的，一个新兴的线上平台，特别是，所以说我就觉得，这个生意可以做，也没有引起怀疑，所以说就把钱打过去了。此后，对方又以做区域代理等理由，让刘某持续增加投资。在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里，刘某先后共向对方汇款5次，总金额达60万元。打完钱了，过了一回，我再和他再发微信，就拉黑了。再打电话不通了，我就知道是上当了。刘某被拉黑之后才意识到上当受骗了，马上到公安机关报了案。淄博警方接到报警之后呢，迅速成立专案组，运用大数据的分析对案件开展分析研判，以确定侦查方向。专案组通过对案件资金流水的梳理，发现了刘某被骗钱款的流向。民警根据虚假投资类诈骗案的特点分析，确认犯罪团伙多为湖南省双峰县人。专案组迅速派员赶赴湖南开展侦查工作。经过这个前期的这个研判和这个侦查工作，发现呢，这个我们这个团伙应该是以这个双峰籍为主的这个主要成员的这个一个诈骗团伙。这个团伙的这个成员的架构主要以这个熟人结伙作案，有的是夫妻，有的是亲戚。在2个月的时间里，专案组民警5次奔赴湖南，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最终发现犯罪团伙作案窝点设在娄底和湘潭两地。团伙成员分工明确，金主为双峰籍黄某、张某夫妇两人。这一个金主呢，就是这个团伙的这个主要分子了，他是负责整个案件的组织、指挥、协调，第二个呢，这个团伙里面呢，就是有这个负责引流的这个成员，就是负责和我们这个受害人进行交谈，然后呢引诱我们这个受害人上当受骗这么个成员第三个的成员呢，就是有这个专门给他负责提款的这个团伙成员。专案组侦查发现，该团伙多名成员有诈骗前科，反侦查意识强，他们不断变换窝点和车辆，给抓捕工作带来困难。为此，专案组反复推敲抓捕细节，精心制定抓捕方案。6月下旬，组织了统一收网行动。对这个两地同时展开收网，在这个娄底的时候，正好是我们一共是抓获9人，捣获了一个诈骗窝点；在这个湘潭，我们是一共抓获了14人，捣毁了3个诈骗窝点。警方在收网行动中共打掉4个电信网络诈骗作案窝点，缴获涉案电脑、手机、银行卡、手机卡1批。经初步审查，黄某、张某自2021年2月以来，申请微信公众号，搭建虚假投资平台，招聘20多名嫌疑人，通过网络社交工具诱骗他人到虚假平台投资。目前，淄博警方已累计串并该团伙实施的38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涉案金额2389万元。民警在侦查时发现的，犯罪团伙在实施诈骗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完整的套路。搜查当中，民警发现了用于行骗的剧本，嫌疑人作案的每一个环节和步骤在剧本里面都有详细的描述。这份资料非常的详细，总共22页，上面记录了嫌疑人是如何冒充银行工作人员，在聊天群里这个向大家推荐这种所谓的投资理财产品，然后其他成员呢冒充已经从中获益的这种客户，来相互这个配合，来诱使受害人进行投资，整个资料介绍的非常的详细，每一点都有对应的话术。这个剧本内容详尽，针对不同的客户有不同的对策，每一天给受害人聊什么内容都有设计。你像第一天首先要介绍公司的资料，经营什么项目第二天呢群里发红包，客户的信息第三天然后用小号，就用嫌疑人自己的号适当的发一些这个盈利的投资图都是 PS 的第四天讲课讲视频包括还同时晒图。
张某就是骗取受害人刘某钱财的犯罪嫌疑人。仅骗取刘某60万元现金这起案件，他就从中提成21万元。张某所在的窝点有6男2女，共8名所谓业务员，而他们在与受害人聊天时，全部都以女性的身份出现。我们以女性的身份去交这些朋友好微信好友，就会更好一点，对对方比较客气有礼貌，展示自己的一个素养，展示女性的一个矜持，是这么教我们的。案件破获后，受害人刘某如梦初醒，对自己为了贪图便宜而上当受骗后悔不已。电信网络诈骗是可防性的犯罪，事后打击不如事先防范。无论是投资诈骗、贷款诈骗，还是刷单诈骗等等，犯罪人员呢利用的都是被害人贪图蝇头小利的心理来实施诈骗。天上不会掉馅饼，生活中不能心存侥幸，想着不劳而获。当然了，除了提高防范意识之外呢，还需要进一步的加强综合治理，最大限度的预防和减少此类案件的发生，才能够更好的保障大家的财产安全。新闻早报，新闻贴心报，欢迎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国家卫健委之前发布消息，十四五期间我国将大力发展托育服务体系，到2035年新增师范性普惠托位50万个以上。目前我国0至3岁婴幼儿大约4200万，其中1/3有比较强烈的托育服务需求。然而调查显示，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仅为5.5%左右，而发达国家在35%以上。随着三孩生育政策的出台，供需矛盾或将更为严重。十四五期间，我国将着力构建托育服务体系，支持150个城市利用社会力量发展综合托育服务机构和社区托育服务设施。地方各级政府将在新建居住区规划建设婴幼儿照护服务设施及配套安全设施，并与住宅同步验收、同步交付使用。无婴幼儿照护服务设施的老城区和居住区要限期通过购置、置换、租赁等方式建设，支持用人单位为职工提供托育服务，鼓励有条件的幼儿园招收2到3岁幼儿。国家呢正在开展两项活动，一个呢是通过中央投资的这种杠杆和拉动作用，吸引社会力量、社会资本集资参与；再一个呢，也要求地方政府在住建呐、土地呀、税收方面给予一些成本的分担，是吧？使这个托育服务呢的价格降下来。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数据，2020年我国孕产妇系统管理率、儿童健康管理率均超过90%，妇幼健康核心指标位于全球中高收入国家前列。近年来，国家卫健委实施了以预防和减少孕产妇和婴儿死亡为核心的母婴安全5项制度，各地建立起了危重孕产妇和危重新生儿的救治网络，每个市县至少有1家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救治中心。为缩小妇女儿童健康状况在城乡和地区间的差异，国家为贫困地区儿童提供免费营养包，为农村孕产妇提供住院分娩补助和基本医疗保障，
为孕产妇提供预防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综合服务。2020年，全国住院分娩率持续稳定在99%以上，孕产妇和婴儿死亡率分别降至10万分之16.9和1000分之5.4，提前实现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十四五期间，国家将启动实施母婴安全行动提升计划，为孕产妇提供心理、生理等全方位的健康服务。昨天，民政部举行新发布会通报，近日民政部发布的最低生活保障审核确认办法对低保制度做出了一定的调整，适度拓展了低保范围，简化优化低保审核流程。为适应户籍制度改革要求，最低生活保障审核确认办法删除了有关城市低保、农村低保的概念，所有规定不再区分城乡，统一规范为最低生活保障，简化优化审核确认流程，有条件的地方可按程序将最低生活保障审核确认权限下放至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级民政部门加强监督指导，不再将民主评议作为必须环节，仅提出对公示有意义的低保申请对象可以开展民主评议。低保审核确认工作应当自受理之日起30个工作日之内完成，特殊情况下延长至45个工作日。对不符合条件的申请不予确认同意，应当在作出决定3个工作日内通过乡镇街道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办法还适度拓展了低保范围，明确低保边缘家庭中的重病重残人员可以单独提出低保申请。其中，低保边缘家庭一般是指不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条件，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1.5倍，且财产状况符合相关规定的家庭。为更好维护低保对象的合法权益，督促低保基层办理人员依规与之尽责，提高低保制度的公信力，审核确认办法从加强监督、明确工作人员的职责，做好信息公开、举报核查、权力救济等方面，对低保的监督检查工作做出了明确规定。夏天到来之后呢，很多人喜欢在清凉的河水中纳凉消暑。然而每年的这个时候，溺水事件总是不断的发生，令人悲痛惋惜。那么在游泳的时候如何确保安全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消防员给出的一份游泳安全指南。夏季溺亡事件频发，多是野游惹的祸。野外的游泳水域深浅不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游泳时很容易陷入泥沼。另外，很多水下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将很难挣脱，而且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反差大，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从而发生危险。会游泳者意外落水，大多数是由于下水前未充分准备或水温过冷等原因而导致手脚痉挛。遇到这种情况，落水者应更改为仰泳体位，调整呼吸，稍微休息及缓解痉挛后再游向岸边或等待救援。一旦出现溺水，人会在5分钟内失去意识。那么发现有人溺水应该如何快速救援呢？一共有4种方法。伸，就是用竹竿、树枝、拖把、钢管等身边能找得到的任何竖长状物品，越长越好，越结实越好，这是保证施救者的自身安全。抛，就是用救生圈、泳圈等救生器材。划，借助船艇靠近落水者，在伸和抛的基础上进行救援。而游是最危险的方法，不得已需要下水救人的时候，可从溺水者背后靠近，并拖住溺水者的头部，使其口鼻露出水面，将溺水者带到安全的地方。另外呢，戏水解暑降温解凉要到正规的场所，一定不要到无人看管的陌生水域。同时呢，要提醒大家，炎炎夏日啊，还是心脑血管疾病发作的一个高峰，平时呢，血压、心脑血管不好的老年人就需要格外注意。近日，在湖南株洲，一名24岁的小伙子在室外打球后下场休息，喝了冰水之后突然倒地不起。医护人员到达现场后抢救1小时，最终也未能挽救他的生命。
医生提醒，入伏后在高温天气下，身体会蒸发很多水分，如果再加上剧烈运动，就容易诱发急性心梗。这种暑伏也会应该是增多的，尤其今年增高一度，大概心脑血管疾病的增加率在17%左右。进入温度增高以后，首先你就会发现你的心率什么都是增快的，而且这个季节是比较容易什么，就是呼吸系统疾病也容易得，呼吸系统疾病本身也会加重心脏这个负担。医生表示，由于天热，很多人用冷饮、冰镇啤酒或冷水澡进行消暑，殊不知突然的强烈刺激，人体一下子不能适应，会引发血压波动。如果本身有基础性疾病，特别容易诱发意外。体表的阳气是在体表，那么我们里头是最虚寒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夏天你稍微喝一点凉的，你们就会发现就经常腹泻，甚至没有任何原因的你就会腹泻。同时医生也提醒大家，在天气炎热的时候要注意保证睡眠时间，清淡饮食，在晚饭半小时后可以进行比较舒缓的运动，例如散步、太极拳等等，促进血液循环的同时也更利于身体健康。夏天到了，很多美食也多了起来啊。俗话说病从口入，往往很多疾病的发生呢都跟我们的饮食习惯有关。黑龙江佳木斯有位朋友因为酷爱一种食物，结果体内出现了肝吸虫。他本来诊断是胆管结石，然后准备取食，但是取出来的是一条虫体。这原来是一只活体寄生虫。最近，来自佳木斯的一位男性患者住进了黑龙江省医院消化病院。在没有检查前，患者所有的症状都和胆道结石的病症一样。肝吸虫，吃了之后呢，它会寄生在患者的肝脏里，然后从胆汁里排出虫体，会堵住胆道，引起患者的腹痛、发烧、黄疸。甚至化脓性胆管炎，如果是长期不被发现呢，有的甚至会引起胆管癌的可能。肝吸虫是一种寄生虫，寄生在人和动物的肝胆内。肝吸虫雌雄同体，自我繁殖，每天可以产1600到4000粒虫卵。这名患者家乡有吃松花江杀生鱼的习俗。医生判断，患者体内的肝吸虫就来自生鱼片。一罐就是吃生鱼，不要里子，里子有黑鱼，有丑的呢。拌凉菜搁里头了，我就搁点什么水叫杀生鱼。经过治疗，医生取出了患者体内的肝吸虫。他这个引流袋里不断的在流出，一天能流出10多条这样的虫体。然后他现在开始吃抗寄生虫病的药阿本达唑，吃了药之后呢，就是有那个虫体就是死亡了之后，还从这个胆管里引出。我们治疗的及时，胆汁淤积的不严重，所以对肝脏呢影响的比较小。经研究，像三文鱼这样的深海鱼一般不存在寄生虫，可以生吃。但疾控部门建议，不管是家畜、家禽、河鲜、海鲜，最好的食用方法还是高温蒸、煮、煎、炸。再来关注天气，省气象台预计呢，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转阴，四平、辽源、吉林南部、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此外，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今天我省的高温依旧持续，多地的最高温逼近了35度，还是要提醒您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省内各地的具体天气，我们来看天气预报。长春多云，31到23摄氏度。白城阴，28到20度。松原阴，29到23度。四平阴转小雨，32到23度。辽源雷阵雨转小雨，32到22度。吉林多云转阴，31到24度。通化小雨，32到22度。白山雷阵雨转小雨，32到21度。延吉阴转多云，35到22度。长白山小雨，32到18度。
国际方面，美国与伊拉克26号签署协议，美方承诺今年年底前结束驻伊美军在伊拉克的作战任务。对此，很多伊拉克民众表示，他们对伊拉克军队有信心，相信伊拉克的军队能够维护国家的稳定。والجيش العراقي قادر على دحر كل من تسول له نفسه العبث بأمن البلاد للأسف الشديد احنا قادرين عندنا جيش قوي عندنا جيش يستطيع الدفاع عن هذا البلد واستقراره ولكن هم لديهم سيناريو وهذا شيء معروف انه الباقيين هم ليس استشاريين وانما عملاء وجواسيس根据美国与伊拉克签署的协议，美军会在今年年底前结束在伊拉克的作战任务，但会继续承担训练、协助伊政府军的职责。分析人士指出，不存在承担作战任务的美军，并不等于美军完全撤离。双方的决定更多是象征意义，美国不会轻易放弃在伊拉克保持军事存在。伊拉克大学法学教授纳吉布·朱布里认为，所谓驻伊美军将结束作战任务只不过是文字游戏。考虑到伊拉克在军事能源方面的战略地位，美国真正撤军只会大幅削弱其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美国政府绝不会将多年来在伊拉克获取的战略利益拱手让人。驻伊美军以培训者和军事顾问角色驻扎伊拉克，一方面可以平息伊拉克国内反美压力，另一方面也可以维护美国在中东的长远利益和战略布局。当地时间27号，印尼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印尼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4万例，单日新增死亡病例达到了2069例，创下疫情爆发以来单日新增死亡病例最高纪录。雅加达一直是印尼疫情的中心，自疫情爆发以来，已有超过79万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其中包括近11600个死亡病例，这使得当地对棺材的需求大幅增加。在雅加达东部的一个公共墓地，棺材制造商正忙着给医院供货，同时忙着接待直接前来购买的客户。Ya kayak begini kan belum ada, belum ketahuan ini keluarnya berapa. Iya, paling kita nyetap aja udah. Ah, umpamanya lo nyurkir, nyurkir. 据了解，由于之前的传统节日期间有大量人员聚集，加上德尔塔毒株传播速度快等原因，印尼自6月中旬以来陷入新一波疫情，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与死亡病例数屡创纪录。对此，27号，印尼卫生部长古纳迪解释说，许多死亡病例是因为患者没有及时被送到医院。在印尼，有很多人都觉得自己染上的只是轻微咳嗽，加上医院人满为患，他们不愿意被集中隔离，因此耽误了病情。还有很多人不想一再接受病毒检测，延误了入院治疗的时间。为此，印尼政府正在搭建和寻找设立集中隔离的场所，同时呼吁新冠肺炎感染者不要犹豫，要尽快到集中隔离区接受治疗。与此同时，印尼新冠肺炎患者死亡率高的另一个原因是新冠疫苗接种工作迟缓。据了解，新增新冠肺炎死亡病例当中，至少94%没有注射过新冠疫苗。为此，印尼政府已着手加快疫苗接种速度，目前每天的接种量超过100万剂次。冰岛雁鸭绒呢，是世界上最昂贵的羽绒之一。眼下正是采集雁鸭绒的时节，一起来看一看。冰岛的雁鸭绒采集历史长达1000年，每年夏季，大批雁鸭来到海岸边筑巢产卵，当地居民为它们提供庇护。作为回报，它们产卵后留下的巢穴就成了为人们阻隔寒冷又轻盈的好材料。一般来说，60个这样的巢穴才能收集到1公斤鸭绒。农民采集好的鸭绒，经过晾晒和初步清洁后，出售给鸭绒商。来到工厂里，鸭绒要再次深度干燥，然后进行手工拣选。这个过程需要非常细致，就算是熟练工，挑选1公斤鸭绒也需要4到5个小时。稀有加之生产不易，冰岛雁鸭绒价格十分高昂。一条充绒800克的被子，售价约4350欧元。据介绍，这种雁鸭绒每年全球的产量不超过4吨，其中3/4来自冰岛，远销世界各地。
更多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一组新闻速览。近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宣布，法国城市尼斯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并将其称为里维埃拉冬季度假小镇。这主要是因为许多外国游客，尤其是来自其他欧洲国家的游客，喜欢冬季到此居住。据了解，尼斯是法国第五大城市，人口约100万，是世界级知名旅游景点，通常情况下每年吸引的国内外游客数以百万计。据路透社报道，位于法国巴黎香榭丽舍附近的一家尚美巴黎珠宝店27号遭遇抢劫。据知情人士透露，一名男性劫匪当天下午闯入这家属于路威敏轩集团旗下的高档珠宝店，抢走的珠宝至少价值200万欧元，约合人民币1540万元。目前相关部门已经着手对这起事件进行调查，但尚未确认珠宝店具体的损失金额。近日，土耳其北海岸西诺普市遭遇暴雨和山洪袭击。当地媒体拍摄的视频显示，当地时间27号，一个巨大的水龙卷出现在海面上，场面相当震撼。据了解，水龙卷是一种偶尔出现在温暖水面上空的龙卷风，而如此大的水龙卷在土耳其出现实属罕见。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欢迎您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只要 TV 新闻早报。